这台 KTM 390第一次跑林道，就从中部比较简单的着色林道开始吧。着色林道来野过好几次了，之前开轿车没咬到，二轮的底盘哦，二驱的底盘，我都是比较偏轿跑车这个。太伤了，然后之前坐强森哥的四驱来过一次，然后呢骑摩托车也来过两次，这次换这台390 ADV 第一次跑着色林道，同时也是第一次露营了。今天露营是用大疆 Arctic 2，然后使用它的附设的无线麦，效果不知道怎么样。回去剪辑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着色林道一开始一进来是水泥铺装路面，虽然看起来还好，有一点这个颠簸，但还好。后段好像我记得吧，2.多 K 之后就变成了这个土路了，待会可以看一看。看来是记错了，这边3.多 K 才进入了这个土路。不过路况也还好，下雨天可能比较麻烦了，但是今天天气挺好的，也干好几天了，地表上坚硬。其实北部银道也很多了，但是就是很羡慕中部人了，有这么好的天气。当然可能雾霾也比较多吧，这北部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大家彼此彼此。这边树林很漂亮啊。目前车子的 TCS 还有 NTC，还有 ABS 都还是属于道路模式，都没有关闭。理论上应该要把 NTC 啊，就 TCS 啊，把它关掉。ABS 看情况，因为要做极限操控，我也做不来极限操控，应该不需要把 ABS 关掉。这一带大概是手机讯号的最后能够收到的地点，前面的地方转弯一进去，大概就收不到讯号了。所以我们以前常常晚上吃完晚饭，就拿个小板凳啊、小椅子过来这边收讯号，就直接摆路中间，反正也没车，哎，这边变成一个我们的网吧、网咖。哦，再往前，之前有一次。就在这边右手边，跟强森哥两个人出来收讯号，哎，看两个人影蹲在那边，啊，一过去他转头，我吓一跳，他也吓一跳，哦，是两位移工朋友，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工作的，晚上出来这边收讯号打游戏，大家都是这个熟门熟路啊。其实路面都还好。一般的，只要是摩托车都进得来，当然用防晒不在此列。水龙头嘞，这不要到7K 吗？我们在附近哦，我看看。这边是一个伐木的一个准备场，这附近好像有水龙头。好吧，在这里。哦，好，找到水源了，也装好了。这端就停车不方便，就没录影了。哦，去往营地前进。一个人的林道，感觉还挺幽静的啊。整体气温比较低，阳光晒到地方，哎，会有点温暖。
但整体气温还是偏低的。但阳光斑驳的影子洒在林道上，看起来还是蛮舒服。不能算废弃，偶尔还有猎人来使用的公寮，应该是一个萧南的，好像是什么育苗场之类的。郁郁葱葱啊，毕业就接家里的工作，你也可以纳入考虑之一。当然外面的历练或许重要，但是提早接班家里的事情也无可厚非。如果说你不排斥的话，我是觉得也无可厚非，因为当你提早掌握家里的事业之后呢，有更大的基础可以做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如果说其他事情是你想做，而不是你要当事业的，而不是说我非靠。那你今天正式只来一个人吗？哦，他已经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带了。之前头了无朋友了对吧？哎，是啊。无啦，伊在上班。啊，你没有上班？无。大事而已，大事啊！是学生真好命，我记得你好像是重考。他是插班的。砖墙啊，水泥墙啊，灌浆墙啊，对啊，有钢筋吗？哦，打下去才看到里面还有 H 钢铁。那你能用什么打？阿助理啊，咱们电动砖嘛，哎呀，电动砖嘛你啊，那手袂拔。哦，我不跟他玩，我讲了这我。大机的伤重，小机的伤拔。小机的动袂。哎呀，大机的伤重。40公分，因为他是专门搞破坏的啦。40公分，然后挂几米了这一个。哎，别做事情。无啦，你袂当说，像你一道边你爱。无迄个尻川，莫食迄个泻药。出来佚佗干呀？佚佗是，我讲。讲我要休困，我冻袂住，要休息。你奈何？你知道怎样？哎呀，那我你是讲你遐，你要搬去倒位？我离水啊。后边有人嘞，你甲查着啊？我住那里啊。你要边条不是伫厝边啊？我伫街仔路啊。你搬，你讲伫迄个二水车站边啊遐，你搬去遐遐。二水乡，我坐火车去找你就好啊。坐火车行往遐十分钟。对啊。你就伫遐车头出来迄搭遐嘛。无，我伫遐卫生所遐。车头出来，搁行头就摇来晃去。我那还有木的床座，就是不是
现在不敢买沙发，如果不敢买弹簧床啊。待会想要搬出，要修哦。不用啦，你那么多东西可以睡，不要你就睡行军床就好了。还好，弹簧床有人要回收呢。不然的话，我先向公所，向公所刚听到讲弹簧床俩，就讲哎呀，你敢没收过钱？你们是大型垃圾，不能叫他们来收吗？有啊，我就把弹簧床，有人刚好有人要回收啊，回收全部都让他带走，不然的话弹簧床无顶。那个专门做弹簧床的，他们可以回收。没有，他们铁丝可以当废铁卖啊。当经理的，早快要死，做业务啊，觉得当业务人真很累。哈、哦，哎，讲着我的心酸处。当业务人是这样子。啊，要头较无白啊。我困，困一点。哦吼，哎、欸，头爱较悬。比室内空间比强森森你那边大。当然啊，它两边是直的啊，我是缩进来的，所以加上床垫厚度的话，我就会碰到啊。是的，空间的，而且其中三个还是五个人不错了啦，还是老屁股。我就觉得五个人，哎，怎么会有五个人？我想说。应该就是出来的差不多三个人就差不多了，三四个很正常的，那两个也不意外啊。对啊，你们还有五个。这是班长阿和怎么没有跟你们？他忙了，他那个工作要不容易啊。他顶多休个三天啊。他不是啊，他至少那个他不是到那个。不过他应该可以跟个一两天也没有啊。对啊。没有特别跟他联络的。对啊，他可能还有其他事。他们不是不争吵架、啊？你还讲说对不起，给你机会。现在不做，以后就不会做了。法规应该只有红牌可以。我也不敢上。你的问题。我上次看了高速公路上一个11台大型车辆追撞，我怎么敢去啊？我来坐在中间就避你啊！西兵也会啊，所以啊，我走西兵，前面大车，后面大车，我就闪了，我一定闪了，闪旁边车道了，不要跟在大车后面，也不要在大车前面。哦，因为风切成那个样子，我很怕哎，怕了就下来就好了，那么多交流道。对，好、哦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你要加蔬菜吗？那个赵云那边有多的蔬菜。我有加雪里红。啊，你看赵云那边的蔬菜有可以用吗？不是、啊，你要其中一个有清水的，会晒鱼哦，都会清水鱼，上面容易把东西容易出地。哎，那个也是。我要之前呢，这个之前我靠全部爱能存哦，去打钱了。可是那个管呢？还听见那响声，快！我觉得教员的比较多啊，教员的多也是多。你看这样分多少钱？我得一定爱念啊！我别讲我不爱念，我较自由，无要紧。啊，你今年有报名诶解说员吗？解说员。那个怎么打打架解说员？没有啦，我现在在做运动志工，我觉得目前的工作量我已经觉得有点大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要参加很多东西可以弄哎、欸，很多。炖饭怎么做得很像上海菜饭呢、啊？要看破，看破这个红尘贪嗔痴啊！贪嗔痴啊！你听了这三个字，立刻顿悟了吗？对啊，我这个大概撑个两天。240个小时啊！嗯。那如果晚上只点8个小时的话，就超过10天了。重要的就是那个现在下的肉丝，哎、欸，刚吃过吗？有，没关。那个肉松完全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。鱼松。
哎，主席，你那个拌一拌就好了吗？因为拌好了。哦。然后后来好像水加的稍微多了一点。大家弄好之后再焖个几分钟。啊，主席，你可以帮我切吗？好，我先切。没吃饭，谢谢。跟吃饭有什么关系？那等下找些放着，我们去咬就好了。哎呦，各位同学，开饭了！冲啊！因为我还是有一个桌子用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因为一到中间，我们还要走到中间。来来来。香味腊肉香肠左雪里红洋葱炖饭。嗯，好，这个名字乐乐等。你也是那根勺子，那好。我那边有那个。好。太少了啦，这么大一锅。我等一下还有第二。哎，不够力，太黏了。晚上不会有猴子啊？猴子。来那么多次，连个猴子影子都没有见过。试一下猪蹄。够了吧？好，再一下。这么大一锅，拜托，好开好心呢。啊，吃不完我再来吃。来，我就说吃不完我再来吃。青菜。嗯。这个是这样子接管。那个谁，那个赵宇，碗给我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没碗了、啊。我在煮肉。哦，好。等我等下。好，那我咬了。一个花椰菜，哎，假菜也就面了哈。记得这里。就只有花椰菜嘛。花椰菜跟草莓笋。这个吗？嗯。OK。主角果然有主角的水准。谢谢。等一下，还有猪蹄。好。来。加完。这是猪蹄筋嘛哈。嗯。好吃，好吃。很嫩哈。果然那个饱到位了。所以你我担任啊。嗯，没有了，留你帮主席端一块。哦，谢谢，一块就好。好，够了，两块。好，谢谢。名称真的。嗯，比较棒吗？啊！一大锅炖饭还是吃完了哈、哦，感谢各位同学赏光，谢谢招待啊，不客气哈，谢谢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哎，主席这，夜行着色林道没有讯号，前往开阔处。百万夜景网咖，哦，今天能见度不知道怎么样啊？还行。但是运动相机手持什么看不到。哎，好，雾霾重一点哈。哦，开始收讯号了。这里开始收讯号。看百万夜景。